Hello， 大家好。整条博爱七路上的一手楼呢，基本是卖紧 1.8 至3万元的价钱的。唯独这个楼盘博爱里是卖紧 1.3 万每平方起的价钱。为什么它卖得这么便宜呢？我稍后呢会讲清楚。同埋我了解之后呢，是觉得这个楼盘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咁呢一边呢就係华虹锦悦轩，依家卖緊嘅价钱呢就係 2.8 至3万蚊每平方。咁我哋正前方呢就係一个上东新天地，依家卖緊嘅价钱呢就係 1.8 至 2.2 万每平方米。咁博爱里隔离嘅澳丰天宇呢，依家卖緊价钱呢係2万蚊左右每平方米。整体嚟讲呢，呢一条博爱七路呢係代表着中山火炬开发区嘅高端品质生活区。咁点解博爱七路敢卖2万甚至係3万蚊嘅价钱呢？一共有三大因素嘅。第一个交通优势。第二个係有产业有人口有圈层。第三个呢一条路上嘅楼盘呢，它的质素呢是非常之过硬的。一，博爱七路是属于东区和火炬开发区的交界处，亦都是深圳过来的第二站，同样是进入中山城区的必经之路，30分钟可以到达深圳，这个就是它的交通优势。二，博爱七路有一大半是属于中山 GDP 排名第一的火炬开发区，亦都是承接深圳产业的重要地区。火炬开发区有中山最出色的工厂以及顶级的高技术产业，现在陆续都有深圳的产业进入火炬开发区，各位朋友可以上网查一查。火炬开发区工厂多，高技术产业多，人口密集，从另一方面来看，空气质量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挑战，但唯独博爱七路的空气特别好。第一个原因，博爱七路附近是一类工业用地，没污染，没噪音。第二个原因，博爱七路是靠山面向长江水库，绿化非常高，山的另一边是工厂区和产业区，另一边是优质生活居住区，所以整个火炬开发区的产业中高层人士呢都会优先选择博爱七路来居住。三，整条博爱七路最近五至七年开发的每一个楼盘质素都非常高，例如华虹、万科、越秀、上东、澳宇等等，每一个楼盘的口碑都非常不错。这个呢就是博爱里的区位图。咁博爱里呢是处于博爱七路的。30分钟可到达深圳 ,40 分钟可以到达深圳湾口岸返香港，以及贯穿整个中山城区，1分钟到达东区，10分钟可以到达石岐区以及南区，12分钟可到达西区，可以讲交通非常之便利，周边配套亦都是非常之齐全，5分钟可到达星河曲曲、大顺新都会，10分钟可到达利和广场，三大中山顶级商场足以满足我哋嘅生活需求，同时医疗配套亦都系顶级嘅配置。8分钟可以到达中山排名第四的三甲级博爱医院。一个就是博爱里的一个沙盘。它由9栋组成的。这边就是一个盛景酒店，以及这边是一个艺术文化中心，还有一排的一个商业组成的。这一排商业全部由开发商支持，后面会招商来
解决我们小区的日常生活需求。楼盘总共有七栋住宅，一二三四栋是一期，六七八栋是二期，价钱就卖紧13,500到16,000。其中朝北的价钱呢是卖得最便宜的，是13,500左右。这个呢就是108平方的三房单位，它是三开间朝南的。它这个楼盘呢每一个户型呢都有一个优点。它的门呢是比一般的住宅的门呢是要大翻些少的。比人哋嘅整体感觉呢係比较大气嘅。同埋佢嘅餐客厅呢，佢嘅深度呢係做到咗 7.8 米。佢嘅客厅呢都係做到咗 3.7 米嘅一个开间。比人哋嘅空间感会更加大。同埋佢嘅一个阳台呢係做到咗3米嘅长度 ,2 米嘅宽度。佢嘅视野呢都非常之不错。同埋佢一个户型设计呢，我个人係非常之喜欢，但係佢係无坯交付，需要后期自己装修，可以参考一下。我哋展示呢个户型。这个呢就是127平方的三加一房，同样它的入户门呢都是做得比较大，看起身是比较大气的。咁入到嚟左手边呢就是阳台的，咁它就改成了一个入户花园了，设计都是非常之中意。入到嚟的话，它本嚟这个户型呢，它这一边呢就是长来的。咁呢间房呢本来是大返啲嘅，它就改小咗少少，把呢个空间感呢就扩大它，俾人哋整体感觉呢会好舒服。咁同埋它嘅厨房呢是做咗一个开放式嘅，俾人哋嘅感觉呢是好时尚嘅，同埋我呢个人呢是比较鍾意呢种款式嘅。这一边呢都预留了一个洗衣机的位置放在这边。这个户型呢有一个缺点，它的阳台呢就是朝北向的。咁同时呢它都有优点，虽然是朝北，但它的一个开阳程度呢是非常之好。
要的是它的朝北单位呢是卖紧13500。相对于朝南单位的话就平了大概1500到2000一个方的。所以它虽然是朝北，但它同样都有优点。有两大优点，一个就是视野开扬，第二个优点就是价钱便宜，看你点去选择了。好，我们展示一下户型给大家看一下。点解博爱里嘅价钱比周边嘅楼盘要低呢？第一个系因为佢攞地嘅时间比较早，第二个因为佢127平嘅单位系朝北嘅，所以单价系比较低嘅。攞呢个13500嘅一个噱头做宣传。第三个楼盘嘅户数唔多，不算于一个大盘，但住起身都会比较舒服。楼盘附近呢，佢系有一类嘅工业用地，系冇污染、冇噪音嘅。第四个价钱低，系因为博爱里呢全部都系无坯交付、冇大装修嘅。所以综合以上因素呢，博爱里卖咁平系有原因嘅。但系我觉得佢呢个价钱呢，喺整条博爱七路上呢係比较有优势嘅，而且性价比係非常之高。因为附近啲住宅都係卖緊20000左右嘅价钱。如果係博爱里加上2000到3000蚊嘅装修，都係非常之有性价比嘅一个楼盘啦。所以你哋係点考虑呢？